早上突然一只八哥飞到了30层的阳台上，没想到他观察房主不在家后，竟然把屋主唯一干净的阳台霸占了。看他此刻慌里慌张的表情，难道他是要赶着生孩子吗？于是好奇的屋主心生了怜悯之心，准备把阳台免费提供给八哥当产房。而这只八哥也不把自己当外人，生怕房主会立马反悔，所以他更加卖力的使劲往里面叼树枝，时不时的还会向屋内探脑袋表示感谢。随着八哥不断的努力，枯枝烂叶已经占满了整个小阳台。就在这时候，另一只母八哥也如期的赶到了，巡视了一圈后感觉还挺满意，随即他们就开始了繁衍后代的使命。果不其然，真没有让屋主失望，今天终于发现八哥产下了一颗蓝色蛋蛋，这可把屋主高兴坏了，毕竟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遇到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里面的蛋蛋也是越来越多，而这只公八哥已经担当起了家里的顶梁柱，每天满心欢喜地照顾媳妇的生活起居。这样的好男性，我一定要给他点个大大的赞。没想到鸟蛋在爸爸妈妈的照顾下，他们今天终于破壳而出了，刚出生就知道张大嘴巴要奶喝，看起来简直太可爱了。由于另外一只小八哥还没出生就夭折，所以这更加让屋主对他们上了心，每天抽出更多的时间来观察他们，生怕小八哥们再有个三长两短。而这两只小八哥也不负众望，在爸爸妈妈每天不思劳苦的照顾下，他们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别提他们有多舒服了。只是此刻我突然有个疑问，这些小八哥天生就有学人类说话的本事吗？还是说需要人类每天一个字一个字的教他们呢？如果有知道的朋友记得评论区告诉我们一声。没想到小八哥的成长速度相当的惊人，每天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化，不仅长出了丰满的羽毛，就连模样也跟父母越来越像了。而今天他们终于到了展翅高飞的日子，耐不住寂寞的两只小八哥不断地向窗外探出脑袋。由于这里位居于30层楼高，他们考虑了很久，始终不敢迈出第一步，毕竟如果跳下去飞不起来的话就惨了。然而渴望看到外边世界的他们，这一刻终于突破了自己内心的防线，飞了出去。此刻他们终于彻底长大了，